弟弟幼稚园，他现在十岁，我弟七八年。哦，不对，对，那时候还没幼稚园。对啊。才3岁。对，上应该10来岁。嗯。从弟弟3、4岁养到现在10岁，所以他应该7、8年，他可能捡到的时候就已经2、3岁，所以至少10岁。所以是来14岁。他、嗯、他是比较弃养的嘛，我们家。嗯，我们家米格也是，我们去埔里玩的时候，他跳上我们的车，然后我们就带去给那边的医生扫晶片。哎、嗯、你？对啊，这只也是没晶片。他们所以就跟我讲说，其实米格的弃养率。因为他小时候很可爱，可是他长大以后就是很大只，爱吃爱叫，就是没有像他小时候那么可爱，然后就被丢掉。